还找三百 ，A 错人了，找三百。看到没 ？A 沙发哦，这台沙发，还三百块找你，谢谢。沙发才五台。小粤语。今天的牛耳要熟讲，太难了。白锅炖豆腐，好啊！我都白锅炖豆腐，我都八五八的东西。啊，鲑鱼这个八五八五八，像你问鲑鱼，你又不是头一天来，你老问鲑鱼。五八五八五八啦，为什么？一尾一百块。哦，你一分五百就对啊，剩你三分也无啊啦。放不平，难不平，心还不安稳。一个刀斧子一折。你们讲什么？哎 ，OK。OK 啊。OK 啊。OK 啊。下些加了。哎，黄鱼六只五百，六只五百。太多买三只两百五。对啊，我们这边还是蛮多的。OK 啊。今天几位话事？对吧？七八。下卷，下卷，下卷啊！下卷，好，下卷啊！下卷那个八米的。只剩下两份而已。还找八百。这里买两位剩八五了。来下卷。来，第二个。不对。第二个。好。我刚来啊！我包包饭，什么虾？我无够啦，家己包，不歹烤。袂啦，这好烤啦，这种好烤，你若买着，买着这种会较歹烤啦，这种会蛮较歹烤，反正拢也都还好。因为今天下雨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啊，每段都一样，今天下雨，每段都一样。今天能够出来卖就很了不起了，每段都没出来卖啊。我看到今天菜市场，我看到你出来吧。我这样，有八块啦。八百五到位。你那有一千五啊？一千五你无？大五，我大五的话一千零，然后我两千六嘛。对啊。你多一千五嘛？哎，对。对啊，系啊。七百五啦。七百五啦。哦。讲过了，我都内量，你自己看到就是啊。手法你就知道，我一早就很熟。我那边可能我都会骗人家说，一下子做好，一下子就好，我很快的，我很快的。然后到最后说，哦，你怎么还没弄完啊？很累。你买两斤一百，你买鱼，买穿那位，你一百块，你买一百，一共五百，一百，你买五百，你买五百。哎，那还能给哦，你一百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得了哦。要结婚呀？结婚了，没事啊。你要结婚？他是有吗？你说事业呢？加西亚哥，哦，加几两三十五，不是不是，五百的，五百的，六块加几呀？六，他这个是什么？哎哎，帅哥，好，我八，加这个，六块呀。就是慢慢做一下啊，没跟切的沙巴了，沙巴呀，好啊。没有没有，它这个是虾米之前的，它没有加什么调味料。我帮你问会比较快，丽姐。如果你要下来的前一天在聊天室上面讲，然后我再问他们说，明天可不可以尽量拿房地一下？对，下棋了。这样会比较快，因为你不一定打得通哦。都是可以打，两位棒，打得通啊！昨天那个错人了，还好，这是错人，鳕鱼剩两块，咬的鳕鱼两块，你咬的没有？啊，这三百五，非常咬的大力。打我！好，没呀，啊，我跪着你看冰箱。啊！弟弟，咱们那个存着点。
你就啊，你食了，你定食了到尾啦。是较咸吗？哎呀，我咸了。咩啦？我外口，外口甲瘦肉甲伊个无关系，你着看伊个小块，外口细块。伊怪你只食。奇怪，伊向阮打草啊，都管。还摆布，那都顾不快。这有半斤吗？啊，有半斤吗？有了。我等着啊。啊，你们前面那龟一坨没有了？龟一坨。对，我就是色胚。伙伴的人都。你不色吗？伙伴。发表。我就不相信女生不喜欢男生好色。黄宇就不相信。难道你要娶一个阿弥陀佛？太多可以买三千五吧。记住，把它吃掉。嗯，你笑嘛？你太对了，阿弥陀佛一来啦，你动作可以瞬间的啦。祝媳妇拜。来，谢谢。对啊，我不随便。他就是做了两个，只是每天有开放某个时段。要不要什么？第五市场是礼拜五，对啊，第五。哎呦，樱花炉，樱花炉剩那三只一百。主管，你不要那么乱我，过来。明天是礼拜四，是丰原跟嘉义啊，礼拜五才是第五市场，怕我讲错了。这样可以了哈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那个阿环收了，收了，没人了。徒弟，你有做？关播了，收了。是啊，我看到他收吗？还是只是叫他关播？没有，收了。我他是收了，我同学还在关播，我同学都会做。所以一份五百，一份是几片？四片。这里有两份，还是我最会坚持。多少钱呢？那纯四家，剩了一三八。没有男生不好色，好不好？错了。来，拜托。那个两只五百。除非你已经滚台湾的滚路。你有发现红队就这里有在卖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这里，我叫人家从收买这里的。那个，所以那不是鱼市的。老板，那个是什么鱼？立香，立香，立香，跟你讲一下，黄帝红带鱼只有礼拜三这边有在卖。你们哪听到哈？还有手炒虾，手炒虾跟黄帝鱼这边有在卖。其他地方有要的话，先跟我讲，一只一百块。所以还有才会再过去换，只有这里有。他说黄帝鱼是他特别叫人家送来这边的。还有手炒虾也是叫一个特地送来这边的。你是从鱼市再出来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在别的地方买到黄帝鱼跟手炒虾的话，要特别跟他讲，他才会带过去。来，
我话我嚟跟住，我话你几时？你几时啊？对啊，我们今天去丰原啊，你三十年没刑法，王凯，王凯。对，我说的天下无敌。谢谢我昨天放的 video， 你说昨天直播了吗？我六十多块钱。你说昨天直播，那一定要的啊，那一定要直播的啊，要跟人家讲那个大肚的自强市场怎么去，因为这样子可以。为什么要播昨天的直播？跟你们讲哦，昨天的直播放下去可以，第一个广告说龙完以后礼拜三会在那边卖，第二个是外县市来的怎么到那个地方，怎么样最快的时间让他们知道，所以那个直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虽然我可能要花个时花个一小时跑去那边，但是那一个小时可以后续解决很多回答问题的时间，这样做事情会比较好做。我做事情都是这样子，老板他这个做一件事可以解决掉很多事啊，不是因为我很这个很努力去做那个直播，而是为了解决后面的事情。你归位怎么办？我干嘛？哦，厨房我不是只有说的，我做的也很蛮好啊，还差些啦，很那个，三十年没新房，哇靠，三十年没新房会不会牺牲？不会哦，你，对啊，又炫耀，他很认真哦，他今天真的很认真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我有跟你买这个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幸好今天很认真。你叫你安排啊！啊，来讲啊，讲咩就直讲诶。老板是老师啊，阿姐咧。当时啊。我有很多粉丝，还好，那只是刚好住附近的人，住附近的人刚好出来的。他们其中一个是要出来倒垃圾的。自己哦，不一样哦。他在家呢，你是那边到家呢？到家了。有时候需要交流交流。今天那个虾子，要等他把它整台吃掉。换鱼麻烦，人才你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跟女生不一定是要那个，有时候是谈情说爱啊，享受那一种气氛啊。主管你要来找我，到时候我叫大巴，我叫大巴老二去陪你。哎，白虾了。哎，你去，你要运动啦，两百啊，一类的，不要上千的，一份这样，一百块也可以啊，一份，哎，一份来，这二百块，有二百块那就，不会啦，哎，三百块还是两百？没有没有，谢谢。一百是几只啊？哪里？啊？一百块？啊是怎样？太少太多？太多那个。你是第一个嫌多的。不是因为我很少煮，我是都为了要有时候看你们这样子才好了。
我现在做笨了，即摆家己做较健康，还是个徛龟渣卡卫生哦。你是要徛龟渣呢？是吧？大鱼肥呢？地俗个呀，地里个怪修啊，奇怪个，谈情说爱，男生真的啊，哎呦，小文都遇到，每次遇到都不懂，不懂情趣的男生。谁？干嘛？双目鱼就是，双目鱼就是，就是顶后口端的口，就叫双目鱼，懂吗？今天的大花吃它最便宜一只800块，二千斤，它塞杯给一只800块，这个塞杯给一只800块。好像在，好像在杭州那个价格一只800块。一只800，三只不是2500啦，三只一定不到2500。哦，那个书法，你这个真的是过河拆桥。你享受过我的温泉以后，再后来再说我的坏话。当初你就说我很温柔的。最终还是要骗那个，我们不要说骗，大家互相哈，不要说骗，大概互相哈。什么东西？今天不是300块吗？啊，今天是400嘞。哦。然后是19嘞。哦。我今天聊天，我从来没上过两场，我都不会。你要讲你要拍啥？比我买啊？无啊，我只跟你讲啊。你要拍？拜拜呀。可以了，今天很不错了啊、哦！后面还有人来啊！对啊，他在两批，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。十个里面两个来啊，出这样子吧。那是那个，他已经有特别大了，比较少。等你让过来呀啦！这时间没啊？哎，老板娘，快买来哦！这个差不多了。当天他这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哎呀，无嘿，今麦较早起，现在啊，天气热，今麦早起啊，可以吃点凉嘛。对啊，可以。哎，快顺你，嘿，顺你运。这哦，真高了，切得较高。要哪边？要500块。我大概就这样。啊，雪姨。雪姨，两块一袋100块，那两袋200块给你。我讲我不会显示啊，我只讲给他们听，让他们听到以后就。200块给你啦，那100块。对啊，都是麦克风。他这拢4袋。如果用这个麦克风。我电脑不接啊，我表妹我唔知。哎，无，哎，这麦克风好啊。这是你两袋啊？哎，那是无啊，可以你无。哦、我把它转过来了，所以我就。拢我哩剩600啦。拢我哩剩600，减50给你啦。拢我哩剩600啦。百几？百几？拢我哩剩600。哇！呀！
一袋拢剩一百五百个啊，五百。哎呦，还有那个嘞，我有买白手嘞，六百啊，一袋剩一百尔，无吃不完咯。六百，讲我有买白手啦。啊，再一袋嘛，剩一百尔，再拢嘛剩一百。好啦好。我甲你剩一百。哎，老弟。我来抢你啦，600到500。三只大花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三只我不知道。你们说，皮也无啊哈？哎呀，剩石皮嘞，一只800。哦，欢迎你过来吃。哎，石皮。哦。啊，你要吃吗？我爱吃，我爱吃。哦。啊，石皮里面。用途不一样。啊。啊，无落雪啦，这就是再去买迄南山的落雪啦。哦。啊，搁一百。再去该站遐啊，你看遐卡的迄落雪。OK 哦。好，那我准备。差不多了哈，那我准备要出播了。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哈。好。现在已经到11点。谢谢。今天就到这边喽。那聊天也聊够了，因为已经4个半小时了。准备冲波，倒数计时5、4，来快上，3。希望现在很难等难找，不会啊，路边一大堆啊。再翻点快啊！再翻点快啊！第一，我现在手比较丑，我以前的手比较漂亮。拜拜，关播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